ATV 的 Channel V 老 Party 在高雄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艺人呢，都会在当天出席哦。所以，可是今天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我们 Channel V 的那个呢，当家男团体。他叫做梁静茹，他什么歌呢？七七。对，就这两支 MV 都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又好听，而且我们现在的脑点播的 MV 就是《别忘了糖男孩的》。太吓人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，仔细看了一下节目，发现其中有一位在里面选的咪，快点，秀一大，秀一大，秀一大，其实我有点忘记了，但是快点的天咪咪，咪咪，珍珠嘴，大概就是那那类的吧，我想不出应该比较难过吧，真的，因为没来过。还有张韶涵的《滴答调》，这首很好听。对啊，今天首好了，不应该好，快点快点，那我们就要来回来妹妹婆婆包，妹妹 KTV 的2007 Channel V 老 Party 在高雄。对，所以像刚刚我们点的蔡依林的什么歌？假装。对，还有吴克群的，非常帅，吴克群的明天梦。都非常的好听，而之前我们不是有去那个音乐风，对，超好玩的，我觉得现场气氛超嗨，很嗨，而且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放大大唱，对，为美美加油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就很感动哎，在创造出小飞飞这个名字，小飞飞，小飞飞飞回来了，对啊，就很白痴，我觉得去看演唱会是太好玩，而且看到自己喜欢的艺人，真的会疯狂的大叫，然后可是遇到不喜欢的，到现场会一片冷静。听蔡依林的《假装》，还有非常帅的吴克群的《明天过后》。干嘛这么喝啊？快点快点，快点回来，妹妹虎虎波，明天我太高了，真的太高了，刚刚就滴到我的那个脚还乱喷，好了，差劲了，好了好了，赶快，接下来这首歌比较重要啦。对，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张栋梁的《王子》。喝饮料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一个服务生，我觉得是故意的，很热忱的送了一杯，然后就说：“那我可以拍照吗？”我带，我带。重点是我们饮料中间还没喝完。然后后来我们还在想说，会不会拿速度茶、柳橙汁、吸管都来？对啊，杯子那个吸管什么的。好了，我觉得唱得太好了。你刚唱哪些歌啊？唱了《假装》，刚刚点那个，我觉得很好听，超好听的。对，我觉得等一下我一定要默默点黄立行的社区，是吗？真的。全场会你知道嗨到肺爆炸，对，而且会边唱边跳舞，这也还好啊，没有老师还敢说自己不会 hip hop， 然后点这首歌的时候 hip hop 神上身，对对，他会加跳直的脚步，整个还好，就是乱扭嘛，你至
己的事情，不要管别人眼光。所以呢，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张栋梁的《王子》。最重要的是当天外面也会有狼趴姐的摊位在外面，直接买直接喝，对，进场喽。对，当你喊到累的时候，就是要喝狼趴的饮料，然后就可以非常的开心。而呢，我们今天就是来这边先开场，然后今天再跟大伙一起嗨翻天啦！希望大家能够上5.com去帮我们加油打气，然后还有就是相关办法可以上网查询，还有呢。就是普普通，你最想要看到的是谁呢？就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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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米。